阳神对战拳王亲王，这是一场翻问战，左边是阳神，右边是拳王亲王。阳神是以使用了雅典娜，拳王亲王飞到的是 King， 还不错啊，双方都飞到自己的主力。那阳神又飞到自己一个玛丽啊，又飞到玛丽了。上一轮的话他飞到玛丽了，这一把又飞玛丽了。来看看这个雅典娜能不能打出一击必杀，哎呀没打出来啊，比较遗憾。看来他对于雅典娜用的也不是特别的熟练，暴气打的雅典娜。慢点慢点，我去啊，这是什么操作啊，动作还是差点火。那么现在呢，熬了个蒸笼，熬了个寂寞，拳王亲王这里终究是要觉醒了吗？你觉得这把是能赢后门，是阳神能赢还是小乔能赢？感觉杨神还能赢啊，上来就把气炸开，要跟拳王亲王拼命了。拳王现在还有赢了，哎他也断连了，家伙这基本功都是没怎么进法体，还没完，这里都是失误，赢了。要看好羊啊，现在这场对决来自于羊神的玛丽了，又看到他的玛丽了。玛丽身上手上有三气资源，手上有三颗气的资源，欢迎你打云神大爷呀，坤哥回来吗？欢迎坤哥，晚上好坤哥。这边是来自玛丽对战拳王亲王的罗伯特，已经被他收拾掉了。我就说玛丽这一来就稳了啊，就稳了。猴子手上有四气，这里双方再次暴气，同时暴气了，谁能拿下对方都有强反，没有用掉。这是闹呢，两个玛丽野玫瑰取消出来了，双重招炸，三个大招，恭喜阳神。